讲用倒转去咧。你恁是金牌咖啡？金牌咖啡。不是，我来吃这的，拢摕金牌对啦。金牌安那我吃。小姐，啉咖啡上好就是增强记忆力，延迟老化。我呢？嘿，我唔好再记个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不啦，各位拢会记个啦。我听你讲个，我拢记个。你厝伫对就对个啦，吼。会记个。哥，我一边哦，去去去，唔看出去哦。啊，一个伊讲一个日本人哦，伊有着糖尿病，各拢食无加。加糖的咖啡，要加糖的咖啡，对，正确的，加糖油，对。啊，食有机的哦，是食有机的哦，有机的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十三点八公斤拢是有机在的。啊，你有机的，因为咖啡本身吼，啊，无啥物储什么油，咖啡就钙有迄，伊迄本身咧长吼，钙，因为我有种嘛，我种我个最饮食啊。钙惊骨神啊，你嘛。钙骨神。溪埔因这边八八水灾，拢一拢死掉了。哎、啊，咖啡加钱嘛，咖啡加钱。啊，我该加啥？我该加出草钱。我倒是该加八块加扣满，拢内底拢。你若出草钱加出来吼，哎，拄啊一年，越大也袂死。唔免出掉，啊，小赢掉吼。拄啊赢掉安尼，赢掉安尼哦，迄鱼啊，看六，啊，六家贵拢无鱼啊，贵但拢死。哎，你都加出草钱啦。加钱，加出草钱。对。因为一千斤嘛，哦，一到千斤嘛，把人建，把人建好啊。啊，我是，你怎么有？啊，我最笨呀。因为我当时哦，伊建介济，啊，伊我伫去遐学诶，啊，真诶建家拢，伊头下时阵建硬是讲建要卖啊，啊，结果哦，伫本只讲伫潮州啊，就有一个船咧收啦。啊！伊买去做，怎样做恁这样就对啦。安尼做种个 DIY 就对啦。伊啊，玩到风皮，安怎搞啊？甲大家跑呐。结果讲人做一块地哦，煞火烧啦。哈哈哈！气温就够歹啊。哎呀，拢个烧去啦。啊，烧去了哦，煞唔嘛烧啊啦，煞拢唔嘛烧啦。啊，嘛烧哦，拢变改跑，只买我做个上。我是那种会，唔怕要食咖啡无？真正温度都那么快。我顶下你起顿来，佮你炒嘞。佮你炒。我胖嘞。我爱咖啡哦。啊，唔过炒菜，你会泡，你会煲，你会食。还是按边啊泡，是按边啊炒，是安怎吼？我通常吼，无好食。通常我。佮泡羊走了。不是，我伫十九年来吼，伫遮研究咖啡，伫试十几个所在啦，试到。这位置进前二十几个所在，伊综合起来，所有的品质拢是酸涩，拢是酸涩，啊口味搁足悬。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就是我都安排。这所在好有哈。啊，就是上尾啊，就是伫咧遮啊，啊嘛是遮咖啡豆出来点，我拢摕金牌啊。啊，你白家镇个伫咧嘛？拢伫附近尔，拢伫附近。我上北边吼，在伫迄个买二手大厦遐啦，遐有在教我啦。啊，上南边就伫咧咱乌底吼，乌底边沿头前遐嘛在教我。边沿后边，乌底边沿后边。边沿后边。嘿，对。上南边就伫遐，啊上北边就伫这边。啊，你拢干怎办啊？等你打去啊，还是？好啦，咱红红啊，啊红软度有够啊，听办。啊，迄个白膜诶。啊，白皮。啊，白皮了，过发干。啊，发芽了，搁水洗，搁入壳，壳了后，买烘进前，再搁背壳。哦，啊，背点膜啊。我迄涂骹迄几个拢家己壳，迄都拢是啊。伊迄花来花圃内底，迄拢几个家己壳。无啦，用机械啦，我用机械。对啊，搁无机械，我用机械。啊，一半钟啊，家己在算个时阵。我甲伊讲，你啊，家己一半钟啊吼，你慢落来吼，你发芽了，晒好，晒干了，像咱个切干嘛。吼，啊伊个壳就像切壳安尼嘛，粗壳安尼嘛。对，膜安尼啦。啊，你用手干哪过个硬？用手干啊？用手干哪硬硬？啊，不过手你会破呀。袂啦，袂破，袂破。我做电个啦。我若讲这比这还贵。用手干哪硬吼？啊硬硬个，啊用台啊去甲拨破，啊电风吹就好啦。得，啊，就像咧拖刀安。对。安尼。
像那剪口刀安那。对，用手干那个剪我开，啊用迄个个拨蚵了，我拨拨，然后电风甲吹，迄壳壳拢飞出去啊。啊，你无要记啊？有啊，我有记下啦。我是讲你那两张啊，要算。两张啊。家己要算的，安尼会使。好啦。好啊，你看我正正啊，起来教你啊。当然啦，品质含蛮少钱，我来解收，我一定会欢迎。我来。啊，无到白来，恁只甲恁买，买菜要等伊钱，啊，等恁。无一定少钱啊，无一定少钱，无一定少钱。管理啊，管理的，规条意思的啊。我你南藤你吃较紧哦，加比，南藤你吃较紧哦，你生哦，你不管做啥物肥，我来讲一句坦白话啦吼，我上届伊只拄仔开始饲，我落袂使，我一年个豆啊拢袂用起来。你豆啥时豆？唔知，迄加比做啥臭芥菜？会有臭芥菜。对。啊，你若着化学肥吼，你若化学肥落了后，迄年个豆啊加比你若做出来。臭点头皮，所以肥袂使肥啦。啊，落牛散，落牛屎皮。落牛屎皮，伊口音足悬，爱涩。对哦，真厉害哦。啊，口音你爱搭找啊？口音爱检测啊。嘿啊，口音你爱互人去认证公司检测啊，无评估当好咧检测啊。你又无落肥啊？伊测一个口音是5000+嘛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啊，我今年上新的就是两礼拜前我测出来啊。我今年上新的是120+啊。这些是啥物单位？好可 PPM 好像是百分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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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至300到啦，啊我去年的是130到150啦，啊今年的是126啦，啊普通政府来讲多少要多少以下？当然是靠恁愈加愈好啦。无就是讲，普通伊有一个设限嘛，就是应该。这设限是爱看个人，因为个人的迄种体质无同。我若有时啊，我啉，譬如讲我200毫克，我袂心悸啊。但是有一个小姐伊若讲爱啉百，伊就会心悸啊。所以这就是无法度啊。对，个人的体质，个人无关系啊，一天会当啉两杯以上的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，阮伫遮咖啡，阮只若啉三杯，你外口会啉一杯就超磅啊。嘿，啉一杯就超磅啊。啊，这个咖啡因摄取过量，伊的坏处就是啥？阻碍你钙质吸收，伊不是造成你钙质疏松啊，伊是阻碍钙质吸收啦。对啦。是安尼啦，啊话呐，恁会心悸啊，啊所以咱一般咱拢要爱做低卡烟的，就是安尼啊，系啊，低卡烟无心悸就是恁个，心肝的皮薄菜，诶，心肝伊个皮薄菜啦，啊就话恁咪就是安尼啊，心脏的皮薄菜，心悸嘛，心悸，诶，啊买咖啡康白也袂啉一啦，啊我拢唔知，咱红豆咖啡吼，你透早康白甲啉，较济拢无要紧。你拢学白啉吼？啊，恁这红豆是啊，伊讲是南红豆来啦。红豆是阮的名。今年的豆果啦。我只是讲迄个咖啡厂的品名叫，伊的品名叫做红豆啊。唔是，咱全世界吼，咖啡店三个种。你台中阮也有哦，我网络看台中。只有三个品种尔，只有三个品种尔。一个是咱即马在啉的阿拉比卡，阿拉人在啉的啦。大部分那侪人吼。啊，利比利卡是野生种，迄个公家好多人，伊细粒，啊，佫量足少，所以无人得知。足少。无经济价值。诶，无经济价值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罗姆，罗姆斯达，罗姆斯达伊的用途就是啥？就是在萃取麻醉药剂。伊家在做麻醉药啊。哦。嘿，啊，伊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拢在做花式咖啡。啊，种是因为麻醉以前来靠因。伊靠因都管。伊口感足悬，啊！伊个特色就是伊个咖啡豆足大粒，啊！伊个特色味足香，口感足悬，伊即三个特色。嘿，啊！所以讲一般外口在啉的拢是爱男啦，拢男装好多，伊无可能提供伊单品啦。嘿啦，啊！阮这是拢一种豆啊，拢咱遮。有话咧食，我袂感觉爱困，袂感觉困袂，啊有话会困袂。即摆你食即几日，感觉要爱困。我食像咧要困。安尼啊，困袂个只只啦，因为伊是低口味饮料，只只哦，伊只咖啡哦，伊只咖啡啊，像讲个，像安尼茶安尼，对，我讲恁滴茶啊，你个海鲜啊，或种，比如讲哦，南山的，安尼讲像标牌是南山的嘛，印度加入啊，
因为南山的所在就有个头，就有山的这个所在嘛。我等下到看了，伊讲料还是啉咖啡的。加酱咖啡，你袂想要？哎，唱歌看伊，现场十点外嘛，我去唱一条，我去唱一条。海拔高，就我家无高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会去研究栽培咖啡持久人，就是因为有海拔迷失。